来高老板，我讲 OK， 来看一下我们绝魂三代目，因为呢贩售的非常的好，所以号数有新增，甚至说从这个0.8、1.0、1.5、2号、3、4、5、6、8，我们就做这些号数，我们就做这九个号数，因为贩售的比较好，所以有新增这些号数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实际面。OK， 这一条是我们委任我们阿米卡公司做的线，来靠近一点。我手上这一条，来，这一条是 P1 线一号，我们来挑战一下。那我来直接来磨进去，给它磨就对了。第一横 ，OK， 再来第二横。这个在用这条 P1 线哦，稍微注意一下，细线很利哦。我跟你讲，这条细线，而且它是三层的卡缝涂装，哦，几乎摸起来没有受伤。哦，这个是一号线的部分，那会针对说。一号线的部分的这个就是说，行销是这样子。OK， 你们会说见到那六号、八号嘞，我们比较大号数的嘞。OK， 来，我们直接来。这是我的六号，来铝罐的。这一条是我们绝魂的六号，它的表层其实主要是它特殊什么？特殊说它是三层卡缝，三层卡缝。OK， 来嘉宏，来，我们现场刚好客人来拍一下嘉宏的伤。嘉宏来，你摸一下有没有受伤的感觉就好了。你跟客人讲一下，没有。来，大声一点，没有。哦，没有。OK， 来，我们继续来，再来磨什么？来，我们直接来磨我们钓鱼最常碰到的钢构的障碍区。OK 了。因为这个部分哦，就交给我老弟了，磨这个他职业磨的了。这一条是我们的绝魂六号，这边我们拍一下，好，我们稍微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绝魂六号，还在磨，还在磨，因为三层的卡缝表层上去啊。非常的耐磨系数非常的高，哦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，如果再不受伤是骗人的啦，哦，但是 你说差异化很大嘛？来，我们现场的阿宏再来摸一下，一定有差异的，但是这样磨，哦，还可以接受吧？还可以啊，还可以的哦。阿哥老板，如果有需要，赶快找到我们，我们每一米都是6.5块。你要看几百米，我就切几百米给你。OK， 阿里嘎多。